曲折鼠年，迎接好运牛年。在中国农历新年来临之际，我们夏威夷中文电视台给大家拜年了。过去一年极不寻常，我们共同面对。新年伊始，祈福万象，我们充满希望，说说心里话，吐露真情感，让一切美好围绕您身边。衷心祝愿每一位朋友牛年顺顺利利，开开心心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，财源滚滚。大家好，在这充满美好期待的中国农历牛年到来之际，夏威夷金鹿餐厅在这里向各位朋友拜年了。过去的一年，我们共同面临不平凡的考验。夏威夷金鹿餐厅特别感谢朋友们的真诚关爱与支持，你们的始终如一令人鼓舞和欣慰。春节期间，金鹿餐厅专门为各位辞旧迎新、亲友团圆，准备了各式美味、可口、安全、方便的外卖佳肴，欢迎大家随时订购。夏威夷金鹿餐厅衷心的祝福各位朋友中国农历牛年吉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幸福安康。夏威夷中文电视台 Hawaii Chinese TV